12月13日清晨，人气女演员宋慧乔神秘现身仁川国际机场，出发前往北京出席某活动。当天，宋慧乔一身米白色长裤大衣，虽然是素颜，但是皮肤很好，口罩遮面的她，在一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悄然现身，戴在左手无名指上的婚戒更是亮眼，引人注目。婚后首个日程的乔妹素颜也美美的，对此网友们纷纷留言：“好想念乔妹啊，她总算公开露面了。”素颜美美美，全素颜厉害了，我瞧。